六月至九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为柬埔寨、老挝各举办一期扫雷培训班，两期培训班同时开班，分班师训，参训学员共计40人。本次培训紧密结合柬方老方雷患实际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特点，聚焦人道主义扫雷领域的指挥作业和管理，严格按照国际地雷问题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，围绕理论知识、专项技能训练、实报作业、雷场仿真训练和综合演练五个环节进行授课，并融入雷场无人机勘察、机器人排爆、激光排雷销毁等新技术手段。9月8日，柬埔寨国务大臣兼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第一副主席李突、老挝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赛宅少将等柬老官员，以及在南京参加东盟扫雷问题区域高级别会议的11个国家、32名会议代表出席了毕业综合演练等相关活动。各国代表对中方的培训工作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此次培训是中国军队践行全球安全倡议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东盟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，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。